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吴许瑶。轮到去购物少太的发球。不要起高。高起来。哇！真的。10-10，男队的场边应该也要造起来了，不能让黄队的气势压过去。这个时候，关键点要给在场上的队友们打。阿伯伦，阿霞妹妹，亚伦 ，Come on！ 我有吴许阳救了好几球啊！结果现在换成是黄队的失落点了，11-10。结果发球得分是真的，对，会有无穷的希望。真的，来哦，给他们压力啊，小布瑞。歌舞小台发球，哇，结果发球失误，他没有发到有效的范围，还发到了非洁机区。哇，现在蓝队发球了，10-11。这个球出界，11-11，继续 deuce 下去。11-11，吴许阳发球，反手再压，漂亮。哦，围得很漂亮。好，哇，结果是蓝队的防守非常的漂亮。这几拍呢，双方都表现得不错，蛮高水准的。11-12，子贤发球。Come on！ 哇，子贤发球失误了。蓝队12-11，局末点又浮现了，蓝队能不能够把握局末点？12-11。这个高压杀球，结果出界，蓝队是13-11，在男双追点，第一局只有蓝队拿下了胜利。